两家，还有艾西亚跟小珍男。那我们邀请练习生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佩佩。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耶、大家好，我是蒋江。耶、大家合照了，好，我先开放大家十秒钟的时间，让大家一起捕捉画面，好不好？对你们够好了吧？不要再说不爱我了。好，来看前面，准备喽。耶、yeah ，好，那我们招呼一下左手边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看左手边，左边这里镜头帮捕捉好，最后一次机会哦。再来右手边，右手边来一个，很好，再来正中间。好，再来请那个练习生小龙，你们帮我从右边开始，后面从右边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帮我往向左手边开始，来 ，Go， 好，慢慢的往左边走，正中间，再往左手边，好，太棒了，耶、yeah ，好，那我们先开放第一组咯，来欢迎。请大家帮我调整好拍照模式哦，感谢大家。来，中间请，中间请，你谢谢。好，请大家帮我号码牌准备好，号码牌还有手机模式帮我调整好，谢谢。好，一律右上左下，一律右上左下，感谢大家。好，谢谢。来，马上请。再次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下午四点钟，在二楼的三垒侧舞台有好和气的循环杯摊位。今天日变卡呢是我们家徐雅，所以呢，只要想跟徐雅合照的话，不用担心，你只要消费购买我们的循环杯，就可以边喝饮料边吃甜点，有赠送小点心哦，还可以跟徐雅做合照，超棒的。好，来，台上请，欢迎。好，请大家帮我把号码牌准备好，手机调整拍照模式哦。感谢大家，耶、yeah ！好，谢谢。来，下一位请，欢迎。好看前方。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手机相机帮我们准备好，谢谢。号码牌帮我准备好哦。哦，这帅气哦，有做功课。好，谢谢。有吗？感谢感谢，先上请，欢迎，欢迎欢迎。好，号码牌跟手机帮我们准备一下，谢谢。凭门票呢，可以兑换闯关卡，只要闯了五关，所有七关呢，只要闯完五关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球员的咒术回战球员卡套组，超棒的，赶快去玩，赶快去闯关。好，看前方有。好，谢谢，来欢迎，赶紧。耶、yeah ，好，谢谢。我们右手边离开，谢谢。来，欢迎，可以上请。好，现在进行的是第一梯次我们的拍照。那我们拍照的呢，一起合照的小龙女们呢，有西雅、爱云、佩佩、小金奶、玲玲跟蒋佳。所以提醒大家，在我们第一梯次，我们只接受第一梯次的拍照伙伴们哦，所以如果你第二梯次还是拿第一梯次拍照的话 ，sorry 没有哦。好，
好，谢谢你，来，欢迎，中间请。你只能指定跟我，真的吗？这么好，好，来，你站起，欢迎。好，来，欢迎李尚琴。哇塞，自己 QC 位呢，哦，很棒，很懂的 QC 位。耶、yeah, ，好的好的，感谢，谢谢黑哥，好嘞，黑上请欢迎，手机送我了，太好了，那我现在有缺十五或者是部落好像也可以，这么萌，勾机勾机，好嘞，欢迎台上请，再次分享我们下午四点钟，下午四点钟我们的循环杯日店长是由我们诗雅哟。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购买循环杯，喝饮料，吃小点心，然后跟诗雅合照，超棒的耶、yeah ！好，谢谢，来，台上请，欢迎。好看前方的手机，你看也藏不住的笑容就是这样子，很好，感谢，来，欢迎。看前方，耶！好，谢谢。好，来下一组，欢迎。来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耶、yeah, ！感谢，好，欢迎，好，帮我看前方的手机相机，耶、yeah ！好，谢谢，下一组请。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第一梯次呢，我们小鹿见面会出席的是我们诗雅、爱云、佩佩以及李明、蒋江、小珍奶，邀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家练习生，多多支持每日 C Dragon Boy 的小龙女。还没有追踪大家的 IG 粉丝，我相信一定很少很少，所以还是帮大家确认一下哈，要帮每一位都有追踪到哦。然后最终魏全龙跟小龙女的粉丝团哦，好来，台上请，欢迎，来 James， 来中间请，好，帮我看前方的手机相机，准备，好，谢谢，来欢迎。哎，小白怎么在这边？小白，好，来看前面，准备，三二一，好，谢谢，好来台上请，我第九局要看到你哦，第九局还看到你哦，那你先赶快去，你可以先来去，好看前方，好，谢谢，来欢迎台上请。好，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拍照见面会，所以呢，手上的号码牌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第一梯次哦？第一梯次邀请到的是我们家可爱的练习生们，有我们诗雅、爱云、佩佩、妮妮、蒋江、小珍奶，邀请大家多多支持练习生。小白现在要去跑远了，他没空。
我不要。好，谢谢谢谢，够久了够久了，谢谢谢谢。那边那边那边，好，那个留下来。好，中间请，欢迎欢迎。现场第一梯次二十三号，好，双手举高，真相在你身后。好，再问一下我们二十三号，二十三号的伙伴在现场吗？二十三号伙伴有在现场吗？如果没有，我要先自卑一下哦，来不及了，耶、yeah!。我们看那场，你要从你要走过去吗？好，耶、yeah! ！好，二十三号回来了没啊？二十三号，来，第一梯次二十三号还在吗？第一梯次的伙伴，二十三号还在吗？有吗？有吗？那我们的二三同时，我们问大家好了，有人看《咒术回战》吗？真的假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卡通吗？它是卡通吗？没有，它是儿童不宜。儿童不宜。我听不懂，哎，什么意思？二点五是什么？什么是二点五？不要说话，你们都不要说话。不可以剧透，不可以。在暴雷吗？对，很暴雷。不可以暴雷。是我看不懂什么意思。啊，很坏你们。那可以跟，我问现场有人看过《咒术回战》吗？很少，对不对？你想看什么？哎、欸，先不要。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我的二十三号。算是有点像《鬼灭之刃》吗？啊，这样会很坏。就是、它会比较杀戮性，还是就是内容是什么？高校生在跟邪恶的一方战斗的一个故事，这样。哦，那如果说给你帮我们分享三个一定要看这一部的那个优点或是吸引力，好，你会怎么样推荐？第一个就是很帅。什么样的帅？是剧情帅还是主角帅？主角很帅。主角很帅。二点五是人吗？叫五条，叫五条，为什么是二点五？然后他发生了一些事故，这样子，之后会回来的，我相信。哦，会啦，我年会去，我年会去。所以五条很帅，是不是？很帅，好，很帅。还有嘞，第二个。然后就是他，我觉得他的画风非常的精致，画风很精致，对，所以他可以放很大很大画面看，对，很漂亮，很好看。哦，太美。再就是他主题曲真的是太好听了。那你会唱吗？不会，好吧。啊，不会。好吧，那我们谢谢佩佩，耶、yeah! ！二三回来没？二三还没回来。想抽一个，现场抽一个。抽一个什么意思？抽一个。抽一个是什么？我听不懂。抽一个上来拍照，不行。怎么让我们自肥？等一下啦，二三还没。好，那
好，那我开放最后两分钟哦。我们现在问一下二十三号第一梯次二十三号伙伴有没有在现场？第一梯次二十三号伙伴，等一下，这不是尾牙抽奖，没有说没有啦。等一下，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加码，加码，加码什么？没有啦。女生怎么了？女生怎么了？好了，二十三号还没吗？那我们再给你两分钟时间，那我们先让第七声小龙女们，我们先转过来，然后跟大家拍一张合照。我们在开口这边。好，那我们可以请那个摄影同仁我们到台上，感谢。好，如果拍完二十三号没回来，就要跟你说声抱歉喽。耶、yeah, ，我们先看正前方。来，大家都要入镜哦，所以手机啊、毛巾啊、什么枕头啊等等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哦。好，来，先看正中间，三二一，左手边，右手边。然后呢，我们从右手边挥手挥手到左手边去，准备三二一。官方要动动吗？说动动吗 ？OK。好 ，OK。要做出动作，手收，它是这样对不对？好。好，哎，那我想 Q 一下思雅，帮我们教学一下。不要，谁对手？好，那我们跟大家那个示范一下，来，中指放在食指上面，中指放食指，中指打直，食指放后面，这样吗？中指打直，放在口中啊，好。好了，中指打直，食指放后面哦，不要自己歪了哦。这不是西雅教的哦。OK， 好，看前方，看前方，预备，你们都要入镜哦，拜托帅一点，求你们了。来，帅气的，帅气的，三二一。好，那我再问一下，二十三回来了没？二十三还没吗？那来了，那我就给你，你好棒哦，太好了！这一秒钟赶回来，欢迎，来，欢迎这边，欢迎来。好，我今天帮我们准备一下。好，来，我们中间请。好，那我们欢迎第二梯次拍照的幸运的球迷朋友们，帮我们在右手边准备排队喽。好，看前方。好，谢谢你们，我太开心了啊，还好没有造成遗憾。好了，邀请第二梯次的伙伴们，第二梯次的球迷伙伴们，帮我拿号码牌，来帮我到右手边集合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每日 C 最给力的小龙女，耶！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小龙女哦，好不好？好吗？好，感谢大家，你们太棒了。好，那么往右手边，谢谢，耶！谢谢佩佩，谢谢安云，谢谢思雅，谢谢蒋佳玲、小珍奶。